Hello，下午好。来，欢迎大家准时出席表弟好主意的现场烹饪节目啊！来，刚进来的朋友们啊，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谢谢你们。来，请帮我们分享我们的视频啊！Hello，你好，你好，欢迎欢迎。说今天是十五，7月15啊。我们煮素食料理啊！哇，那个麦柴，这个柴点没有电了，没有关了，刚才。你们没有关。呀，Happy Sunday！哎，Coco，谢谢你50个欣赏，谢谢你。啊，简单版的素食版了啊！人家最简单。最简单也是复杂的啦。我们是复杂性的简单啊，简单。但是我们素食，我们都是健康的素食，我们没有那些加工食品，我比较少做。老弟没有开麦，加工食品一定是有啦，比方酱油啊，没有那我知道那种加工的，比方说那种食材啊，我比较少做。哎，下午好，请帮我们分享，谢谢，谢谢大家支持。Hello，表哥表姐，下午好。我是表弟，来看看我们今天煮什么。好，来数一下。我们今天煮的就是，第一个是咖喱榨菜。咖喱榨菜啊。对。那么第二个是番茄，那番茄番茄炒，我今天番茄来炒那个叫什么？腐竹。番茄炒腐竹啊。竹枝啊。这个我先拿去竹枝。竹枝我拿去油炸了哈。已经炸过了是吧？哇哇，温油大火慢慢炸它。OK，那我就炸了，我就给它穿烫啊。OK，我们炸好的竹鸡啊，竹枝啊，穿烫，然后我们滚水穿烫啊。来，请这个来炒吧，帮我们分享我们的视频啊。穿烫它软哦，滚水穿烫啊，穿烫它软。OK，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豆腐。豆腐我们煮的是本来是白玉菇，我看到它比较少。刚刚我又买到一个白菇啊，这个就是你不是白玉菇吗？喂，白玉菇，但是太少，因为OK，这里有就两包白玉菇，一包的一个白仙菇，白蘑菇啊，白蘑菇和白玉菇啊，对，配那个豆腐啊做包啊。表弟剪的头发帅帅啊，帅帅嘞，不然看到好像看到很老这样啊。剪头发有年轻过吗？样子可以骗人的，有的样子可以骗人的啊、哦！我们给它慢慢火去啊。我们接下来是我们把我们的番茄，对，我们要做番茄啊。这个炒法就是我用番茄炒蛋的方法，拿去演变成这套菜啊。你要切小块小块的啊，切小块那个这个头就不要了。切小块小块就可以了。哎，谢谢你的分享。哎，感恩有你啊，下午好，来。谢谢。哎，今天帮我们分享哦。好，三粒过吗？我三粒三粒番茄过了啦。来，三粒的番茄，切成鳞状啊。这块状的，不是鳞状。哎，米奇咖喱炒鸡呀、啊。榨菜我写错了是吧？我写炒鸡啊，我一写咖喱榨菜就好，为什么要写咖喱炒榨菜啊？我写给它穿炒鸡啊，我们给它穿烫它软啊，这个是不简单软的，我们给它穿烫它软啊，不然软的话那哎，穿烫到软为止啊。哎，我们再给它滚一滚，番茄 OK 了，番茄我三粒过了啦，不要太多。
好，三粒如果四粒你放丝，放小粒的放三粒，哎，四粒了，大粒的放三粒。表嫂帮表弟剪的对吗？没有啦，外面剪的。没有，这个是 professional 剪的了啊，也是一样哦，我觉得啊，没有头发的人随剪都可以了。两剪都是好看的哦，没有头发两剪都好看。来，我们第二道菜呢，就是第二道就是白玉菇穿这个豆腐。今天豆腐我之前我也煮过白玉菇虾球啊，虾仁对不对？今天我又做了用它的一个做法，变成我们熟食菜啊。好，这个豆腐啊，这样敲敲一下，给它空气跑进去，敲敲一下，空气不是跑进去了？所以空气跑进去了吗？你的豆腐就倒就出来了啊，就简单。好，来我们准备两个。滑豆腐啊，豆腐要冲水一下。滑豆腐拿上来，你要冲水一下，我稍微冲水一下。来洗一下豆腐啊！谢谢分享，谢谢。谢谢啊。那豆腐我们可以切大片一点啊。今天我豆腐是，Wiling Chong， 谢谢你的五十个欣赏。我切大片点，就是要大块一点。就是一片变八片啊，我们再来开第二包。敲敲一下，空气跑进去，敲敲一下，空气跑进去，敲敲一下，敲敲一下，它就倒出来了。来豆腐呢，去洗一下，稍微冲水一下了啊。哎，下午好啊，今天素食料理啊。所以我们素食料理有没有3000人？没有，2200吧。哎，帮我分享啊，至少要3000啦。素食预约还是很少的啦。我们放。这个刀菜啊，你就是可以，你们吃荤的人也是可以这样做啊。豆腐便宜啦。豆腐应该是几块钱一包啊。这个豆腐1.1元而已啦。差不多软了啊，这些差不多软了，你看，那软了，我们就要捞上来了啊。这三样的菜很好吃哦。这样菜都是很开胃的啊。你可以我看来我们的腐竹鸡啊，这个是竹子啊，竹鸡啊，我们先炸了一轮先，然后我们来穿烫水啊。你做这套你可以放一点比较有你可以掺一点，我刚刚想到木耳，我掺一点木耳下去。你可以加木耳下去。木耳，这个银耳。银耳还是木耳？这是属于银耳，小粒的啊。OK， 我们可以放银耳啊。那你的银耳你可以事先穿烫先啊。事先穿烫先。好。还有一点点啊，还有一点点。可以给它穿这个不让它，因为我们煮番茄的时候，我们不是煮到很久啊，所以我们先把它给它穿烫到软。当然，如果有时间，你是用蒸冷水也可以啦。蒸冷水要蒸久一点喽。好，穿到那个，刀剪一下。你齐的头发剪了吗？和你老爸一样美吗？他们剪头发他要看你打两支针，对不对？没有两针，他不给你针啊。很多现在 shopping mall 开啊，好像你进入他的商场啊，还要看你有没有打两支针。而且你打了两支针要14天后啊。我虽然打了两支针，还没有过满那个14天啊，因为你还不能拍照啦，还不能去剪头发啊。我刚刚收到表弟的食谱啊，开心，谢谢你的支持，谢谢支持，对，好，谢谢啊，来，我们这里洗一下，OK， 暖了，我们就捞上来。多才多艺的表弟，谢谢。会煮菜吧？没有特别。以前会讲课，现在不会讲课了。以前很会讲课，保险课很会讲，现在不会了。鸡足啊，不是足鸡啊，鸡足啊。鸡足啊，鸡足。来，知足啊，知足常乐啊，要常乐啊。今天吃知足啊，你才会快乐啊。
竹枝，广东话系咪竹枝啊？啊，竹枝支柱。OK， 我们炒那个我们炒豆腐先啊，我们支柱蒸一下啊，我们炒豆腐先。那么豆腐就是首先我们豆腐要做的是，我拿一个瓦锅，我们这个豆腐啊是炒跟那个番茄一起炒的啊，不是，你不是用豆腐炒番茄呗？不是。你豆腐炒吗？啊，你炒豆腐炒吗？豆腐这个呢，双白菇 ，OK， 双白菇啊，全部都是白色的、啊，白玉菇，哦，白玉菇还白仙菇啊，啊，还有白豆腐啊，白蘑菇啦，应该白蘑菇，简称超级白啊，超级白。哎，下午好，下午好，来，谢谢支持啊。哎，白蘑菇的话，我们这水滚哦，我们豆腐啊，豆腐你可以不用理它，不用去煮了，来，你要水跟它烫烧它就可以了。来，穿烫一下，穿烫它烧豆腐啊，烧它就可以了。好，腐汁有炸过吗？有，我们炸过啊。因为时间上关系，我腐汁我没有马上炸给大家看啊。OK， 这样就可以了。等一下我们要包了，所以不一定不是要炸熟，它豆腐已经是熟了的哈。啊，只是穿烫一下。对。放上这样，我们给它避了，避干水怎么样？我就放在倒在这里了。好，这里是两片的滑豆腐啊。啊，来，我们放油啊。来，热锅下油，你没有开锅。那我们如果刚才如果穿烫的话，这个锅已经油了哦，你就把低速慢了它哦，不要洗，低速慢了它收上来。你没有开锅？有开了锅了。没有。好。OK， 来热锅下油啊。我们放一点点，你的锅还不够热，你就放。没有，这个不用紧，不用紧啊。这个是炒菜方面。来，我们放姜丝啊，没有姜碎啊，不是姜丝。我们在这个花生油啊，花生油就出来了，味道。姜碎啊。今天大家拜七月十五啊，没有空看直播啊。来，我们这个是姜啊，切碎啊，来爆姜先。啊。爆香，我们就把我们的菇啊，双菇搞下去，一个是白玉菇，一个白仙菇啊。白色代表什么？白色令人代表纯洁。来，不要骂粗话，哈哈哈哈，粗话了，怎么你会听到粗话？这个锅卖多少？没有，谁倒在边头啊？我们这个锅目前有36cm， 还有40cm 啊。36cm 的这个煮菜锅，这个五年的老家，我们这个648块啊。40cm 就是这个两个耳的，这698块，一样五年保家。哎，我们放点蚝油下去啊。清炒一轮，然后放蚝油啊。蚝油。素蚝油啊，一汤匙，素蚝油的一个汤匙啊。对啊，素蚝油，海天的素蚝油不错了啊，你们可以去。好可爱的包装啊！啊，留意一下，有小孩子放风筝。素蚝油啊，一个汤匙。我们放200ml 的水。200ml 的水啊。姜蓉啊。Picker。Thank you, Beauty, for your unselfish cooking sharing. Thank you for support every day. Day day come, 谢谢你们天天来啊。OK， 这样放着吃，我们给它滚一下哦，因为刚才没有热水，我就放点冷水。好，滚一下。我们这豆腐啊，刚才穿烫的豆腐对，我们豆腐怎么放呢？哎，豆腐不用拿来下去滚了，再拿来包一包就可以了。不是放在包里面呢、所以这个叫做。这是我们菇豆腐包啊，这个萝卜也放进去，萝卜切片啊，你放进去啊。腹胀锅，它是铁锅的、啊，白蘑菇啊，应该是叫白蘑菇啊。这个是铁锅吗？Titanium 铁，它的那个铁，不是铁，它的那个质量啊是Titanium
适量来了。豆腐和嫩豆腐一样吗？它是滑豆腐和嫩豆腐。我们是用嫩豆腐啊。来，水加多少？加一点点水。加一点点是少？有300。没有，全部200的。200ml 的水啊。哎，表弟米奇，请下午好，请问为什么蜘蛛要炸呢？要穿汤啊，又要穿汤。来，我们放我们的那个。这样我们才讲啊。荷兰豆啊，少许胡椒粉。荷兰豆还有少许的胡椒粉啊。嗯。我们放一茶匙的。一茶匙的蘑菇粉啊。新山很少看到海天的酱料啊。新山的总部在。新山的海天总部啊，在新山。海天的总部就在新山哎，怎么会少哎？是炒招一菜吗？对呀、啊，15啊。来，我们放那个。你先炸了那个蜘蛛啊，它有硬身的时候啊，你再去拿。对，它会。看看。对，可以。来，我们把蜘蛛这样穿烫啊，蜘蛛就比较好吃啊，比较软。好吃啊，你可以不要穿烫，但不然穿的不好。会比较绵一点啊。绵点那个不要那个，我们要有比较出声的。来，刚才我们放一个汤匙的酱油啊。嗯。一个汤匙的酱油勾芡啊，来，现在马铃薯粉勾芡啊，海天的素蚝油味道真的是很够味啊，今天也是用海天的素蚝油来煮素食料理啊，对，很够味，非常棒啊。如果只用香菇好吃吗？都行、啊，可以，都可以，没不咸菜啦，这个，来，就是这样煮下去的勾芡、啊，这个是家里啊，你家里有一个这样的拿钵啊，你这样煮呢，你就可以煮到很美了，对不对？这样就倒下去了。这个就是一个简单又什么？那鸡蛋呢？这个豆腐又滑了哦，这种豆腐是很滑生的吗？滑豆腐吗？啊，完全看不到豆腐啊。嗯，这样子就是我们就是怎样？啊，字可以放少多一点点，但你不要太多啊。这个蘑菇豆腐包啊，就是刚刚好了，水慢慢上来了。啊 ，OK， 我们再滚它就可以了吧？一滚一下，豆腐都烧在里面了，这样就好看。三菇焖豆腐啊，嗯，它是今天只有两个菇啊，啊，双菇，多么双白菇、啊，我本来放了单一个菇了，但后来看的太少啊，啊，菇不够多了，你可以放。当然，如果你说有话，有加一点香油的话，你可以上面点一点香油哦，你可以点一点，那个芝麻香油，来芝麻香油，啊，来海天总部在哪里？啊。那个南方学院对面好像是南方学院对面，那叫什么地方？南方学院对面了、啊。来，海天这里，啊 ，India Mas， 这里，啊，这是什么？海天的总部，你可以啊 ，walk in， 啊，你可以 walk in 啊，海天的总部、啊。对对对对，我叫他，我特别叫他拿给我的，我忘记了。啊，你要去交货的电话在那边啊啊，电话也在啊，海天的总部啊，他也有卖培根鸡啊，啊 ，bacon。啊，保康鸡啊，你看可以叫后跟那边找啊。啊。OK， 我再滚一滚一下就可以了。哎，这个豆腐就简单做哦，豆腐就美，不会说铲一铲就烂了哦。之前我这样做的，我知道你要做我，上次我就煮白玉菇虾仁豆腐，对不对？啊。那么我发现，哎，后来我吃的时候，哎，我还想到原来可以这样做了，你看。第一次是失误，第一次啊，那么第二次我们回想，刚才我菜是怎样来煮了，哎，明白了，所以我第二次我再煮给大家看，用素食的版来做了一个啊，这个，哎呀，这种多汁好吃啊，汁又好又很好啊，很多少钱一只啊？你是讲哪一个？那个外面哪个？你去看海天的价钱啊？请问这个包有卖吗？多少钱？有99块，99块啊，你可以私信他 啊。我这个比较小了，我那个更大了，99块比较大一点了。海天拌饭，我点帮我打拌饭酱啊，新币5元半啊，会贵吗？我不知道新加坡的价钱啊。新加坡比较高了，价钱高啊。啊，老蔡碰。来，这个包多少钱？99块啊。这样的豆腐就不会烂了、啊，对呀、啊。对。啊，你不用去铲它、啊，不用去炒、啊。因为豆腐滚一下就可以了啊。啊。OK， 这样我们做了第二道菜啊，那么咖喱最后做了。India Mas 金山岩啊。啊，金山岩啊。来，刚才我们穿烫啊。为什么我们那个蜘蛛为什么要拿去炸了一轮呢？炸了它就有硬身啊，硬身，然后我们再来去浸水一下，这个蜘蛛才变好吃。浸水啊，要给它软一点，然后它可以去掉油啊。如果你直接拿来焖的话啊，它就会更绵啊。啊，要焖要等一下哦。对对对。哦、所以你炸了它就会比较硬身一点啊。请问焖豆腐的锅有没有？有。啊，
来，我们就是一条一条进来，切一段一段哦。来，米奇，槟城有海天的分店吗？没有哦，你可以上网购买啊。他有他的啊，上网给你。你们可以就在我的花园内，谢谢你，米奇表弟。来，刚刚好 walk in 啊，请带两个 mask 啊。他们就是说，你先听，你可以打电话去跟他们订购，然后时间到的时候，就是，你车经过那边，他们就拿出来了。OK，他们就是你不用刻意下车了，不用下车，他不要下车，因为他们不能，因为这个疫情啊，他们也不要你下车。This cradle is from where？ 啊，这个是中国啊，中国的，中国的，现在中国的那头几个是很好。Mickey， do you sell the red board？ How big？Thank you。是五1.5 liter， 1.5 liter 啊。它的 size 啊。99 ringgit Malaysia。OK， 现在我们要做了番茄宝宝棒棒酱也是好吃啊。哎，我没有试过嘞，讲真的，可以试一下。我们要穿上。Good evening, Melody. Your vegetarian tonight very colorful. Yeah, colorful, colorful. 真的是 colorful 啊。是 UNG 是什么牌子啊？我们 Rubini 啊。你可以跟 House Guru Jenny 啊了解详细 ，OK。所以我们现在要炒的是番茄啊。分享了，谢谢你们分享。来，阿米找得到辣椒粉吗？谢谢大家天天来支持啊，不厌倦的啊，天天来支持我们的观看啊。是那个真的是感动啊。来，宝康鸡不正有分行吗？有啊，在公主城那边啊。那个那个点心楼叫什么名啊？复兴啊，复兴的斜对面啊。啊，来宝康鸡，你们如果是雪隆鸡，你也是可以打了，打这个电话了啊。来，海天酱料很好吃，可是新加坡有点贵啊。啊，但是如果 compare 其他酱啊，其他的 ABC 公司的酱啊，海天还是便宜，还是便宜，海天还是便宜啦。因为我不知道新加坡的价钱是多少啊。我发现到最近，自从海天酱料一进来马来西亚了哦，外面很多酱油哦，价钱就调低了。有几个品牌价钱真的调低了。过去他们没有竞争，他们就价钱可以放高，现在有竞争啊，价钱降低了。希望宝康鸡啊有本领有代理啊，油费有点比较贵啊。还没有他们啊，这成立了宝康鸡这个公司啊，还不是很长时间。他们一月才开始，今年一月才成立了。他们可能啊，全马都会有宝康鸡的分行啊。以后啦，那个是吃健康啊。哎，如果要买那个豆腐包啊，99块吗？机器东马多少钱？邮费？邮费机器东马还不晓得，你可以私信我们啦、啊。我不知道啊。PM 啊。Go to which website to buy the red clay bowl here？ 我们啊，私信我们的平台啊。你去我们的 Messenger，OK，、okay, 你 PM 表弟啊，好不好？快切三片姜，片小片的姜片上去了、啊。来，三片的姜啊，四片不可以啊，两片也不可以，要三片。三片了啊，来爆香香。吸油烟机会碰到头吗？要注意安全啊。你太放得太高，它又不会习惯了啦。我们这样的高度啊，今天表弟的菜有五颜六色，看得肚子饿啊。来，哇，来三粒的番茄切零蒜啊。水分高啊，水分多它就会撒分啊。请问生抽跟酱青有分别一样的东西啊？不同叫法，不同的叫法一样东西、啊。我们在这里呢，那肉的时候呢，我们给它爆啊，我们爆啊，我们现在调味啊，调味。表弟煮的素食也是很棒，感谢表弟的分享。调味啊，这个番茄酱。Tomato sauce ketchup 啊，三汤匙，三个汤匙的番茄酱啊。新加坡新兴的哈，这海天酱料比 Shopee 便宜很多、啊。新加坡的 Shopee 我不知道它价钱啊。表弟用什么牌子的那个炉？也是罗宾尼啊。OK， 这个可以，你什么醋都可以，只要醋都可以，黑醋、白米醋。黑米醋、天丁、甜醋都可以。那么我今天放陈醋，你可以放老陈醋。来，汤匙，陈醋一个汤匙的陈醋啊。What cooking today? Vegetarian 啊。锅收到了，收到了啊！怎样开锅？这锅啊，烧红，洗洗一下，回去洗洗一下，烧红它，拿油涂完这里，涂到腿后面涂啊，然后放醋。
冷了，或者第二天才做，才煮。好，那水啊 ，OK，来，我们来再加水啊。海天酱料生松卖比较便宜啊，我一直在生松买了。OK， 我们放100ml 的水，2、4、5、6。OK， 我们放100克的水，6个汤匙的水呢？7个汤匙。七个汤匙的水啊，表弟很会煮啊，看的水很多啊。一个汤匙的，一个汤匙的糖，这盐糖，自己做记号啊。哇，一个汤匙的糖，一个汤匙的白糖啊。现在用的瓜粒啊，卖多少钱？现在我们用了，这个是32cm 嘛，目前我们有货只有36和40cm。这个36cm的话，648块，五年保价。OK， 我们把这只投下去。来，我看现在今天煮什么菜肴？今天煮素食啊，生五啊，今天。OK， 番茄爆香了啊，那个番茄红茄素它会出来。来，新加坡要买你们的用具啊，怎样？私信我们啊，直接私信我们。我们就是放我们的五粽下去。来，我们放我们的五粽啊，五粽。然后我们就放蜘蛛来的那个，来了那个银牙，银猫银耳银耳啊。银耳，昨天不是银耳，银耳，银耳。表弟每次煮菜啊都很好吃啊，煮好了，等一下带盒子拿过来拿给吧。我在你隔壁两三间啊，来欢迎啊，来，一起吃来，直接过来啊，不用客气啊，不用问啊，下次不用问啊，不允许你问啊，问我们会拒绝啊，直接过来就好了。我们是素食菜肴也可以千变万化，谢谢表弟啊，对，教了很多样的素食、啊。来，我们再放点水啊，给它焖一焖啊。水多少？因为刚才的不够水，我再加多一个100克，我们放200克的水。来，200ml 的水啊，200ml 的水啊。米奇弟弟很得意啊，很善良，好像 baby 的 BB 脸啊，很小的样子。我这个孩子很乖啊，那。就是只能三片讲了，说话出去。请问那个番茄要去皮吗？不用，不用啊，跟着煮就是了啦。黑木耳对吗？黑木白木耳，白木耳，黑木耳，黑银银耳，银耳，黑银耳，银耳，银耳。木耳就比较粗哦，你看银耳啊，银耳就小片一点啦、啊。来看可以高4000吗？现在3400了呢。3000，我都算以为是啊，这个啊，在那个情况下的话，3000已经是属于、素食也好吃啊，是真的。素食要会煮啊，很好吃的啊。好，来，我要试味道一下啊。I miss Mickey, why I cannot receive your show? 闷一闷哈，闷一闷哈。Now you already try our show 啊。可以放灯笼椒吗？颜色就很好看。你可以，可以啊。当然这个是酸甜的口味的啊。来，爸爸赞你 Mickey 开心吗？他赞我吗？刚没听到啊。来，我们放一个，蘑菇粉。蘑菇粉啊，一茶匙的蘑菇粉。一茶匙的蘑菇粉。这是半茶匙来的啊，来，表弟可以尝试煮银耳，我们是用银耳啊。我们放1/3，一茶匙的蘑菇粉，1/3的盐，三分之一茶匙的盐啊。再焖一焖啊，大家帮忙好，再焖一焖它就是焖到那个五粽有一点就是比较软啊，比较给它有点入味。没看到你弟弟很想见他一面啊。表弟的孩子都很乖啊，表弟的都好了，都好了。所以是，最重要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要制造社会问题了哈。来，我们马铃薯粉勾芡啊。小儿子和维拉太像了，很可爱啊。维拉偏偏又很像我，像我一样可爱是吗？表弟想念你的炸肉眼啊，妈呀，食谱可以看吗？我家人想吃，来你私信表弟拿食谱啊。中元节快乐！现在是中元节，还简单的素食料理啊，这是番茄的口味啊。你们用的叫黑木耳，这个是应该是木耳，比较粗，
粗的木耳，你是银耳还是木耳？其实我们要建议用银耳，不过这个是比较粗，这个是属于木耳，因为它比较粗，银耳是比较那个了。啊，在报告的是一是儿孩子吗？很有默契，声音好听，谢谢啊。对，我是他的儿子啊，谢谢你，还支持。艾薇拉骂死你啊，他不喜欢像你啊。啊。咖喱杂菜煮的吗？还没有，现在来啊！来，这个就是我们献给大家的哇，番茄啊，竹鸡啊，啊，鸡竹啊，鸡竹，蜘蛛的番茄啊 ，OK 啊，那个盖啊，盖着来焖吗？啊，要来盖着来焖吗？可以，可以盖着来焖啊。那个瓦煲可以用 induction cooker 吗？不可以，啊、不能啊，陶瓷炉可以啊。米奇可以再看你的弟弟吗？啊，不好看的啦。不好看啊！哎，他不懂啊，在这里嘛，好像出去买东西了。来，下午好，下午好，来，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今天我们做的是一个咖喱榨菜啊。那咖喱榨菜有几样东西，我们要懂得它的成分哦。咖喱榨菜，来，那两天表弟没有煮啊，时间不知道怎么过。OK，、啊、我们有。这个我们有那一个传统的，我们都是咖喱榨菜。来，这个是什么来了？包菜，我们用包菜、菜豆、蚕豆、菜豆啊，蚕豆。那个我们用蚕豆和包菜啊来做咖喱榨菜的那个主要的。一条矮瓜，矮瓜一条啊。啊，矮瓜啊，你就一排一边排掉啊。你可以进白米醋啊，那它就会氧化了。进了白米醋了。表弟有两男两女对吗？嗯，对呀。啊 ，OK， 我们一个 Lady Finger， 对，这就是一个。秋葵 啊，然后还有一个豆腐包，嗯 ，OK， 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首先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做先做咖喱先啊，咖喱料先，先炒咖喱料先。那咖喱料呢，因为今天是素食嘛，所以我特地要去找个素食的。OK， 它是青菜找的啦，你们不一定要跟啊。是咖喱都是素，咖喱料都素食。We are using the 咖喱 powder vegetarian style 因为这个是做素食版的咖喱粉、啊，它是要卖素食，给素食的人叫素食版，就、是咖喱粉。你哪里买的？亚国色啊，普通国色、啊，很棒的米奇一流主播，谢谢你们。哎，这个是生的木耳吗？啊，生的木耳，木耳是干的，我们这里多少克看一下？75克，75克吗 ？OK， 75克，我们放50克。哎，你又讲这50克没？摸一下就知道了，三分之一吗？啊，我们就是大概了啊，给三分之一啊。哎，我们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你们的素食每次都吃完了、啊，晚餐来了一定要吃完、啊。晚餐来了，晚餐吃都吃完。哎，瑞娜不喜欢像米奇啊，米奇好受伤啊，米奇那么帅，他不像我那会漂亮。啊，你弟弟有刚出现吗？我吃还没有见他，没有啊，他没有啊，没有出现啊。等一下，我叫他出现一下。来，请问你用什么牌子的 gas 炉啊？我们好大火，我们这是 5.0 啊，这火山比较大的火啊。你可以要求 5.0， 这是鲁比尼啊。鲁比尼吗 ？OK， 你可以放吉利波啊。吉利波多，我就是懒惰去弄那个这个辣椒粉啊。这个是不是素食版的、不是，不用紧，这个辣椒粉来了。辣椒粉啊，88牌的、啊嗯，一个汤匙。一个汤匙啊。你是喜欢，你可以放吉利波啊。你可以 OK， 我们的咖喱粉啊，素食咖喱粉啊，是50克，然后那个88的辣椒粉啊，一个汤匙，50克是三分之二啦，三分之二啦，我们法师说他留下三分之一啊，所以啊，我们来加水啊，加一点水来，所以我们得。我听得懂他讲什么啊？你有默契了吗？做了500多天还不懂啊，就过滤了喽。对，那有美丽气质啊，我也有帅气的气质啊，所以我们放点水来搅拌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常常在啊，在巴萨啊、印度店啊，我们就是看到他们这样子加点水、他们加，其实他们加水了，他们咖喱粉加，他们说辣椒粉，辣椒粉。一堆小茴香一堆，大茴香一堆，芫茜籽一堆，他们已经加了水了。那么你当然姜就是现成的啦，紫姜，他们搅了紫姜汁。那么也有辣椒粉哦，有黄姜粉哦，他们就是搅了这样一堆。那么你要什么？
你要咖喱啊，他就这里来一点啊。OK， Hi Mickey, already ordered the curry pork from JB. May I know which delivery service to use? Thanks. 我们用什么？用什么公司来运输？不晓得我的厂家寄了哦。他们的那个厂家寄啦，我们放心，到你那边一定是好了，不好坏的。如果两个星期没有收到啊，再来 message 我们啊。对，一个星期没有收到，你就要通知了。有放椰奶吗？来，我们正打算放椰奶啊。今天我们主要的是，我不是煮到很多汤的，我只要有点干身的一些咖喱啊，咖喱过去我们就煮到咖喱水啊一大堆。对啊，米奇有秃头啊，弟弟不会秃头啊，我没有秃头啊。啊，秃头是中间宽啊，那个是啊，我没有啊，我只是头发比较稀少啊。来，请问星光，你外牙涂油一天啊，要用的时候再洗吗？谢谢表弟。啊，当然要用的时候洗掉它。肯定。啊，洗掉它啊。那么外面你要涂一次过了，外面不要听可以啊。哎，米奇，你主播的非常好听啊，粉丝听了精神不会。OK， 我们会用的一个我们会用的一个材料啊。谢谢，好有自信的米奇。我们会用的材料就是因为素食嘛，蒜米啊、葱啊那些能不能用？不吃，对，我们就用香茅。说我们有香茅和姜一条啦，两条，这个咖喱叶的小条，然后我们的姜两个汤匙啊，姜末 ，OK。其实姜你可以用碎一点啊。来，锅有卖吗？有，有的。我们有36cm 和40cm 啊，五年的保价，五年的 warranty 啊，这个是鹅金福的那个。我们的合金服的质量啊，台丁念吗？你有兴趣你可以私信我们啊。36cm 是648块马币，40cm 是698块啊。哎，谢谢你的分享。说我们要穿烫我们的蔬菜。我们的蔬菜是有白菜啊，白菜有多少？包菜是差不多是。白不是包菜的这个。包菜差不多是。包菜差不多300克。300克的包菜。蚕豆。蚕豆差不多200克，200克的包菜，喜欢哪里随意啊。还200克的那个蚕豆，来，我们就是这水滚啊，等水滚的时候，我们再放进去穿烫啊。水滚啊，这个热锅煮这个菜呢，你们尽量的习惯一个热锅啊，热锅冷油下去，它就不会。应该要这样的吗？你热不锅，你来它就会起底啊。来，我们水要滚了。来，300克的那个包菜啊，手撕包菜啦，这样的随便撕一下，还有蚕豆200克啊，切一切一下啊，切几段就好啊。What induction for using the gas? Only the gas 啊，或者是陶瓷炉，陶瓷炉或 gas 啊，两种罢了，它不能用 induction 啊。OK， 我们这里，然后我们穿汤了，我们就来，为什么素食不能吃蒜米和？那个姜头味这个是其实葱头这个我一下子想跟你解释他们属于粉啊，葱头啊，葱啊，那些属于粉类的越听越困了，不容他讲墨。那么都是 OK， 我们可以放热锅啊，你们放冷油下去这样子了。热锅下冷油啊。对，你给它搅搅一下，给它油，不用担心它，就是给它油这里热一下。那么热一下，它看到油纹了，有油纹的嘛，那就说热锅已经成为自然的不粘锅，它属于自然的不粘锅了。来去油。对，倒掉的时候。我们再放一些油下去，再放一些油。可以用黄姜、蓝姜和柚姜都可以，都可以。好，我今天是没有特别去，我就是拿一个姜，来姜末啊，两个汤匙啊，倒姜下。什么是分？草字头的一个菌啊，下面一个菌的菌啊，对，草字头菌人分，带上草字头啊，分就是代表肉类。肉类鱼啊、海鲜啊，那些都是分啊。蒜米为什么会是肉类？没有它的味道，可能它那个味道我不懂啊，我不懂啊，不懂。我知道之前我记得我有听过这个，但是我一下子我就很难跟你有解释啊。来，我们把我们刚烤好的咖喱粉啊放进去啊。来，你们还有那个我们的香茅一条啊。如果小条就放两条啊。你看来锅一热的话，这个锅就成为不粘锅了，你知道吗？滚啊！下面一个菌啊，分啊，滚啊，不会啊，是热分啊，分啊。
你们一直讲弟弟，可以看弟弟嘛，像妈妈或者像爸爸，像维拉，可以讲一点点台湾的普通话来听吗？哇，他的普通话，他不会讲福建话啦。OK， 这锅已经成为不粘锅了，因为我们刚才热了，所以你要如何知道将你粘锅变成不粘锅，就是你要跟着我的嘛。第一个锅一定要很热，热的时候你放油下去捞一捞它，冷油下去捞一捞它，那么才捞出来，再放冷油下去，变成你这个锅就属于不粘锅。煎鱼什么都不粘锅啊。来，素食的能不能吃葱？因为没有肉啊，吃葱会伤到肝、啊。对对对，这个是对对，因为肉类啊需要啊，这个是蒜米是杀菌的，杀菌的、啊。原来像这样子啊，蒜伤五脏啊啊。对对，我一直想就想不起来讲。煤气炉换新的，我们刚换新很久啊。我脾气是昏啊，不是奔啊，昏啊，昏昏欲睡，昏机的昏啊，昏机的昏。哎，我们穿汤了可以了，可以用那个桃子来代替咖喱吗？因为怕辣。桃子是什么？葡萄子啊，它不会很辣了，我觉得。你咖喱辣不辣是看你放，放辣椒干、辣椒干。其实咖喱粉本身不太很辣、啊。对对，你放辣椒干才会辣、啊。我们再加这个咖喱叶也放上去。来，放入咖喱叶啊，香香啊。How many cases today? 19啊 ，19 case， 19,000啊。19,000 OK， 我们把它关了火先，我们不理它，我们现在穿这个好，我们现在穿这个穿烫这个我们的矮瓜，我放下去，有水分的叫什么？有些人叫茄子，穿烫它，咖喱咸鱼什么菜？我写到咖喱咸鱼啊，那有什么跑去咖喱咸鱼？我不懂啊，来，我们的秋葵，秋葵一起放在地上。啊，弟弟是排第四嘛，第四啊。早一天我叫我弟弟做直播好不好？抓手机啊，这样你可以访问他更多问题啊。啊，你的弟弟好像你这样高吗？像爸爸这样高。锅一定要倒入油吗？又再倒回去吗？没有倒可以出来可以吗？因为你放太多油啊。因为我们主要是你给他的油。变成自然的不粘锅，所以我们煮菜就要煮菜，你就要有习惯有一道油的，好，一定要有一个油在旁油锅在旁边的，因为有时你要炸，有时煎啊什么，好 ，OK， 一般上啊，我们就是弟弟几岁啊？小我一轮啊，好，所以我们要放滚水下去的这个，米奇弟弟女朋友想念。的很弟弟在 KO， 你是说他的女朋友会想念他吗？不懂哎、欸，你要问他本人啊，你问我没有用的，我是我、啊，我会， okay, 我们会放豆腐棒，你看你要讲的豆腐棒啦、啊，我们切豆腐棒，你可以切三片的、啊，我可以分，你要薄一点，你可以切这样薄一点咯，我可以建议叫我的弟弟啊，安排一两天啊，来试下拿手机啊，你可以问他们啊，你可以问他。来，我们豆腐棒啊，准备一下。豆腐棒我们也可以一起。你的弟弟在哪里？在我家。穿汤，哎，一起放下去穿汤。来，滚一滚啊！豆腐棒啊，人人都爱啊。不过有的人不吃哦。茄子可以保护血管健康啊。OK， 我们稍微穿汤一下啊，我们就跟它捞上来。穿汤了，就是穿汤让他们差不多气氛熟啊。来，穿汤到气氛熟啊。放一点油条，不然它会飞。厨师永远是厨师啊！我们放一点油啊，七分熟。这里多少分熟了？差不多七分熟。OK， 来七分熟了。你等一下那边滚，稍微煮一下呢就可以了。哎，你们好，谢谢支持啊！今天呢，我不想要煮太多汁啊，咖喱不要太多咖喱汁。来，我们就奶奶就放在这里。哎，我奶奶说过啊。没有吃肉的人啊，故意吃安炼啊 ，garlic 和 spring 安炼这种、啊、有杀菌的肉啊。米奇的弟弟拿手机，米奇在下厨啊，米奇休息了喽。我写到咖喱鸡对吗？还写啊我在睡觉啦，我写东西写到咖喱鸡。来写多少啊？这里差不多是600克不到。来600 gram 的那个水啊，热水了。
来煮一煮一下。嗯。那我们调味啊，那我们放一汤匙的，一汤匙的糖啊。啊，一个汤匙的糖。哎，为什么我一直要问人家的弟弟？哎，不要想歪啊！来一个汤匙的糖啊，嗯，一个汤匙的糖啊，一茶匙的盐，一茶匙的盐，一茶匙，好，一茶匙的盐，我们一茶匙的，一茶匙的蘑菇粉啊。哇，这个就好吃啦、啊，这样子的开胃啊，捞汁吧、啊，捞汁就好吃了这个。哎，为什么不是放椰奶？有啊，有我们椰奶这买变了，现在我买变了。我们是买不是买新鲜的啦，我们买包装啊，它的牌子叫 Kara。因为我今天去的时候看不到，去帮 market 的时候，哇，这是 cholesterol free food 哦，没有 cholesterol 的、哦、这个。好，还可以放咸一点，放多半茶匙的。好，半茶匙的盐，来半茶匙的盐啊，半茶匙，半茶匙的盐。卡乐啊，你试下你的环境走走一下，看会比较好点吗？这个蘑菇粉再加多一茶匙，总共多少？两茶匙的蘑菇粉。来注意啊，两茶匙的蘑菇粉啊，总共。看了表弟的煮法才知道自己做不对的，哈哈哈！为什么咖喱会苦啊，表弟？嗯，咖喱会苦啊，它多少多多有少少有苦，苦是他们的咖喱那个粉的问题。是你的粉的问题吗？有多多少少，所以咖喱一定要放糖啊！你放点糖下去啊！煮咖喱一定要放糖哦，你没有放糖不好吃哎、欸，它、啊、就是那种味道啊就没有这样均匀啊。主播的反应好快啊，对啊，谢谢你啊。来，糖一汤汤，再汤一汤，一汤匙半。OK， 我们再加半汤匙的糖啊，总共是一个汤匙半的白糖。卡拉的牌子很好用啊。OK， 我们来把我们的材料放进去啦，咖喱杂菜啊，完全看不到啊，够力啊，我这里完全没问题啊，是不是交货那边有问题啊？来，再把我们的那个包菜啊，嗯，我的包菜是300克的包菜，长都是200克啊。所以今天我不是要多多的那个咖喱水啊。来，请问什么是蘑菇粉啊？它是一个调味调味料了，这个带鸡蛋，好像鸡精粉这样的东西啊。鸡蛋鸡精粉，鸡蛋味精啊。曾听说过啊，吃那个蒜米啊，还有葱之类啊，会怕会影响到情绪啊，因有刺激的反应啊。这个很大的学问呢，我还不知道，要去看一下。为什么啊？吃素能不能吃蒜啊、葱之类的东西啊？谢谢表弟大厨的赐教啊！来，谢谢你常常支持我们啊！大家一起学习啦！哦，最重要的是大家给我机会学到很多很多料理啊。Can add the pineapple？ 我一想一看，有人要问 pineapple， 果然是有。可以啊。Yes, sure。你可以放 pineapple。如果 pineapple 比较带酸哦。嗯啊，要带酸到始终，不要买太熟了。属于是阿三呐，阿三的那个放表点。Oh, this veggie curry very delicious。来，周末卡卡，我这里没有问题的啊，你要看一下你的那边的线啊。油可以放稍微多一点点哦，我刚才加多一点点油下去。哎，你们可以加一点油啊，因为刚才加一小油多，咖喱要油多，等那咖整个咖喱油就比较美。来，没有话你再忍耐一下，支持一下我们啊。如果卡的话。啊，开胃菜啊，这个，来多两碗饭啊，咖喱叉菜啊，煮得很美啊，今天三个素食都很美味啊，虽然素食没有没人观看啊，但是还是谢谢你们啊，素食料理，有些人不吃素了，啊，还是支持我们啊，但是这个家里可以煮啊，超简单的，素食的成本啊，不会说很贵啦、啊，尤其现在的疫情啊，影响到我们的收入啊，工作上的收入啊。所以你不妨可以炒一些简单的菜啊，我还可以放多几十块可以炒三道菜啊。哎，米奇弟弟在台湾工作啊，全部放两碟。你朋友是台湾人吗？你没有台湾人没有做工啊？这个是盐呢？啊，全部两汤匙的，两茶匙的盐。OK， 两茶匙的盐啊，两茶匙的盐啊，你们可以改一下两茶匙的盐啊。
表弟可以放一些猴头菇一起煮啊？可以，可以啊，当肉啊，可以，当肉可以。啊，哎，美味啊！来，我们放我们的那个包装的可可辣，多少？啊，就是一包200克，200ml 的那个椰奶啊，也可以用新鲜的、啊。来，为了不让茄子变黑啊，穿烫茄子的时候一定要放油滚一滚。对，对你厉害啊！对，厉害啊，非常的棒啊！椰奶来搅一搅啊，浓稠啊又好吃啊！今天菜肴我都爱嘞，你可以试下煮啊。椰奶滚一滚就可以了啊，给它滚下滚。为什么在斋馆吃就会很贵？你看这样啊，斋馆呢，他们很多手工要做啊。如果你叫那种啊，有那种有带肉名字的。那个摘菜的话就会比较贵一点了、啊。其实你这些啊，你可以啊，刚刚鸡肉啊，炸了啊，你也可以放下去焖的。啊，咖喱很美啊。哎、啊，这个咖喱啊，加水煮蛋也很好吃啊。嗯、虽然你不如果不吃素食的话，你可以考虑加鸡蛋啊。我们素食就加鸡蛋了、啊。汤底用姜泥爆香可以吗？可以啊。如果你不吃素的话，你可以这样吃、啊、这是素食啊。啊，素食我们没有放啊。哎，表弟剪的头发。请问疫情多少？19800多宗啊！我们今天的疫情19800多宗。我有试过放猴头猪、猴头菇啊，不错啊。咖喱要美啊，你红色啊、黄色啊都要有。哇，这个秋景啊！啊，你要辣你就放多点辣椒干啊。我们你要辣的话，你就是这个靠这个啊。辣椒粉，自己搅的辣椒干，或者是你自己用辣椒干来搅、啊。比较理想啊。有放豆腐棒吗？有，你必须要有豆腐棒呢。豆腐棒在你面前啊。哦了啊！哇，我咕噜叫啊！这个放在陶瓷锅会更美啊。啊，对呀、啊。啊，陶瓷锅没有这样大嘞，它这个大分一下嘞，不是开玩笑啊。怎么看不到啊？现在看到嘛，现在好一点嘛。自己煮节省些啊，外面摘。摘菜的餐馆很贵啊！我是素食者，期待表弟的料理，素食料理。来，我们首先其实简单的，他自己自创的啦。这个是我做番茄炒蜘蛛，这个是蜘蛛跟番茄啊、嗯嗯。然后我们有一个黑木耳啊，啊你可以放银耳啊。嗯、啊，100个欣赏，谢谢你们、嗯。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豆腐捞上来，整个豆腐，哎呦，豆腐还是美美的、啊，这个捞翻一流 啊, 啊，就是美了。好、哦，这盖住了不漂亮了，因为盖住了。你们捞一点豆腐上来了，这种啊，这种很好吃的，那、滑豆腐啊，豆腐很滑嘛，这个豆腐很滑，就是要买没嫩豆腐啊，嫩豆腐啊，嫩豆腐啊，嗯 ，OK， 那我们的就是咖喱杂菜啊。那你油多一点的时候，等下油还没有真正浮上来，等下油浮上来的时候就比较多红色了。所以煮咖喱油要多了、啊，煮咖喱油要多、嗯、啊。那我建议你放多点油啊。啊，你不喜欢多油，你不是减油啊，这也是可以啊、嗯。啊，三样都是大家都喜欢的啦。OK。这个捞饭啊，等一下我们家捞饭啊。简单啊，今天的咖喱榨菜，我就教他，我想到如何让大家更简单的去。去煮一道咖喱榨菜，如果你跟着我的方法做，是容易做。蜘蛛我们有炸，炸鸡肉啊，我们有炸。刚才有人问过这个这个我们是有卖的啊。这个是90，这个是比较大个，这个是比较，这个是这个比较小，这是1L，这个1.5L，这个比较大，所以盖不同啊，盖两个盖不同。来，美琪可以给一个意见吗？我们表弟的 fans 啊所提供的新菜谱啊，表弟的 assistant 可以 record down 或 remind 表弟吗？什么？粉丝要求你的菜啊，你要捋麦刀啊，这样的东西啊。现在我们都在做整理啊。嘉伟，不是粉丝给你的菜啊？有，我有看到，有时我看到就挖过了啊。我看到了挖过了。OK， 这个是99块啊。这个是比较大的啊，这一点。这个是小的，小的一点。小的没有卖啊，我们是卖这个 size 的，小的太小。小的很小啊。啊，这有两种颜色，你有得选择一个橙色。一个橙色，一个红色。那么你们说，我喜欢橙色，你就橙色；你要红色就红色。你要红色。只有两种款啊，一个橙，一个红啊。两种颜色不相容啊，一个款，两种颜色，1.5L。
啊，这个1.5升就可以放很多，这个可以放很多一下。嗯嗯嗯。啊，三个人啊，三个人吃东西没问题。好。啊啊，最后还是啊，感恩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你看，拿咖喱油多的时候，辣椒如果你辣椒够红的话，那颜色就出来就很美了嘛。嗯。啊，这个是很开胃的一个道菜了啊。啊。好 ，OK、嗯。然后咖喱要够咸，大咸大甜。够咸又够甜啊，又咖喱味又好香、啊。咖喱如果你煮咖喱，一定要放蘑菇粉或者鸡精粉或者味精，一定要的、哎，因为它这个味道就可以，你少了那个就脏地的，很奇怪的。好、啊，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啊！我们明天5:30，好、啊，准时见。明天啊，我有啊安排几道菜了啊啊，不过明天是比较拜一比较忙的，因为拜六拜礼拜拜一。来多少大？这是1.5升。1.5升99块啊，99块。多少 cm？有量吗？多少 cm？ 我就你连信息我们会发一些资料给你，我们有资料可以发给你。OK， 谢谢你们。最后感谢大家，我们明天5:30准时见，明天是516天准时见。OK， 拜。